王者厚皮多，皮肤轻穿梭。好家伙，我一不小心午觉睡过头，刚醒就发现元芳竟然出新皮肤了啊！这也太快了吧！不过仔细一看，这个好像是赛季皮肤。既然是免费的皮肤啊，那我就不吐槽了。不得不说啊，元芳这个皮肤的脸蛋也太可爱了吧，看得我都想捏一下。话说这个是赛季皮肤，上个赛季是沈梦溪皮肤，荣耀中国节同一个系列，战令同一个系列，赛季皮肤还挨着出，还是同个系列，合着你俩才是真情侣吧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它的技能特效，虽然说特效就换了个颜色，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这个皮肤就用一个字来形容，清爽。真的感觉它比那个夏季皮肤还凉快不少，因为很绿。别多想哈，我说的是像薄荷。一技能就是扔绿色小飞镖出去啊，爆炸的时候冒出绿烟，直接给对手律师函警告。二技能就比较有意思了啊，它直接变成遁地小老鼠，这个可跟别的不一样啊，我就比较喜欢这个，嘿嘿。大招就是一个绿色的飞镖，带着点绿色的风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毕竟是一个免费的皮肤，咱也不那么苛刻了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皮肤怎么样，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讨论讨论哦。拜拜。